这时候应该就是一直炒吧，炒蛋炒蛋。哦，看起来好像有点样子哦，妈，那加一点点那个比较漂亮颜色。哇，好像太多了，妈，好像太多了，妈，好像太多了。哦，好像有那个香味出来呢，要摆盘漂亮，摆盘漂亮。哎，好像很难漂亮，就算了。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盘的番茄炒蛋。哎，没有沥油的东西吗？没有。啊，我这个豆腐火太小了，完全不熟。可以啦，都能吃啊，无常啊。好的。好香哦！你好了，香味，嗯，哇，我跟你讲，太厉害了吧！他就是没有经验，他应该要慢一点再煮，因为会冷掉。怎么办？我来煮陪你啊，因为我也煮好了。对呀。像这个豆腐炸不熟，没关系啦，反正豆腐怎么样都是熟的啦。可是就不好吃，那蒜头吗？先加一点蒜头，加一点点的，是什么香油吗？什么都加一点，桌上的都加一点，加一点点盐巴吗？糖也是加，好难哦，煮菜。哦，我人生第一次做菜耶，哇！哎，没必要等我，因为我这鸡肉真的是要很久。到底有多久？我们来看一下。豆腐很小啊，我还有这边呢，它给我超多的。我的豆腐也要很久。不用。你就开两锅煎啊。来喽。这时候应该就是一直炒吧，炒蛋炒蛋。哦，看起来好像有点样子哦，妈，那加一点点那个比较。漂亮颜色，哇，好像太多了，妈，好像太多了，妈，好像太多了，哦，好像有那个香味出来呢，要摆盘漂亮，摆盘漂亮，哎，好像很难漂亮，就算了。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盘的番茄炒蛋，哦 ，OK。偷学一下，那很厉害。两秒。哇，它的豆腐是脆脆的那种感觉，好厉害哦！饿了，饿了。好啦，我跟你讲，为了不让你让你等太久，已经等很久了，我们菜已经冷掉了，放弃这边了。以男生来讲，对啊，又熟嘞。我也没有到野炊，鸡肉看起来很嫩。你会烤整只鸡耶，超强的。当然，凤窑鸡吗？对哦，谢谢凤仔鸡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那你们可不可以先不要来吵我呢？哎，那个鸡怎么做的？怎么烘的？我怎么吃？我现在怎么跟你讲啦？我现在在处理这个事情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要吵我。